爹，嗯，等了40分钟了，现在都9:40了，这大胆叔还没来，我觉得他肯定都不会来了吧？哼，哎，这谁家牛啊？啊，都不听人使唤就当自己认道了？哎呀，这牛就是不如马呀，走的是真慢呐。行了，总算是到地方了。一车大礼都送来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卸车！哎，我说，连个人都没有啊？不，是你不是人呢，还是我不是人呢？就咱们俩人，一个不多，一个不少，正好。行了，别琢磨了。请吧，哎，我这匾怎么样？啊，比我那大一号，什么意思呀？没什么意思。哎，想不想知道这上写的什么字啊？早就想着你这锅包子是什么馅儿了。那就揭匾吧。哎，等等。你怎么也得讲两句吧。嗯，好，说两句。我建厂，你也建厂，那就祝咱们哥俩好事成双啊，双喜临门。接匾。哎，天蓬石府，怎么样？比那天蓬乐园阔气吧？哎，不，左边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哎呦，不行，高过了，再放下点儿。就这样，师傅啊，您给我定瓷实点啊。喂，这位大姐，能问一下吗？您这麦香坊是干嘛的呀？卖面食呗啊，卖面食的，啊，好啊，都卖面食，一起挣钱吧，是吧？娘，这话讲的好听，可脸色可不对啊。哎呀，咱又没偷没抢的，管那么多干什么呀？快，抓紧时间收拾，早点开张。门对门的给我们开面食店，这不明摆着跟我们作对吗？门对门怎么了？咱们在这条街上忙活多少年了，谁没吃过咱们家东西？就怕他支起摊来也是白扔钱。爹，别着急了。我正联系买家呢。哎呀，你大胆叔那儿猪养的怎么样啊？挺能吃的。能吃不行，猪这东西啊，不在乎吃多少，能吃胖了就是好猪，光吃不胖，那叫白吃饱。爹，要不然我去找大胆叔，让他的猪吃咱家的饲料。屁话，这话你也讲得出来呀、啊？真给你爹我丢脸。娘，咱做的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、招财进宝，比那些十二生肖强的不是一个档次啊！哎，没想到咱们农民做的面食也能进到县城的百货商店。折腾这么长时间，可算见着亮了。再怎么折腾啊，也是为了赚钱。也不知道咱这些东西赚不赚钱，好不好卖。咱这些东西要是不好卖的话，那其他那些就更卖不出去了。走一步看一步吧，是骡子是马呀，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。
小肉包，看出啥毛病了没？这小子行不行？任秘书，你别着急，这病啊得慢慢看，哪是看几眼就能看明白的？哎呀，这哪是看几眼呢？都瞧了快一个时辰了。要实在不行，还是叫你爹菜包子来吧。金花婶子，你总得让年轻人伸伸手，练达练达吧。这人连书本事再大，也不能一个人管了东西两个村了牲口啊。婶子，你要是着急啊，你就先回去歇着，等一有戏我就叫你。麦花啊，你这张嘴闭嘴都在替小肉包说好话，你俩……他俩怎么了？我看他俩挺好。挺好就挺好呗，我看也挺好，是吧？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大胆说，我仔细看了，该记的我也记下了。我这就拿点猪粪猪饲料给我爹看看，有消息我通知你们。这事儿办得稳妥。老包，猪这东西啊，它肥得慢，瘦得可快的。你回去啊，抓紧跟你爹商量，我等你信儿。放心吧，大胆说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对吧？还都愣着干什么呀？回家等信儿吧。坐车干两杯。场面好啊！马上就开卖了。这钱呢也不是都咱们的钱，这个呀有面粉厂的钱，还有咱们借的钱，还有租房子的钱，还有给工人发工资的钱，水电钱，还有……哎呦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被你这么一说，咱也没剩多少钱了。这不是刚开始吗？能赚不赔就不错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要想赚大钱呢，那就得耐着性子慢慢干。什么时候咱开个大店面就好了。哎呀，闺女，娘就想啊，如果有那么一天，咱俩呀，到那城里一溜达，一抬眼就是麦香坊，走两步还是麦香坊，拐个弯儿还是麦香坊，满大街的麦香坊啊。那娘这辈子呀就没白活，娘啊就当街一站叉着腰，这是谁呀这么有能耐？怎么了闺女？娘，您这心气儿真高啊。娘啊，是胡寻思那么一说。肉包，来喝口水。嗯。肉包，你研究的怎么样啊？那我先问你啊，等猪吃食了，你还给我买肉包子吗？当然了，我跟你说，只要你能把猪给弄结实了，我天天给你买这肉包子吃。这可是你说的啊。啊。我的小祖宗们，我说你们吃好不好啊？啊！我看你们就是不饿，这要换到旧社会，我挨饿那会儿，我看见吃的我早塞嘴里了。你们倒好，挑肥的挺瘦。爹，跟猪拉呱呢？我这是养了一帮祖宗啊。怎么样，弄明白了吗？差不多吧。差不多不行啊，得弄清楚。那个大奶叔啊，我仔细研究了一下，这问题啊就出在饲料身上。嗯，要不能不能换一种试试？爹，这事儿啊咱们不懂，不懂就得听行家的。这小肉包和他爹这几天就为了咱家这事儿翻了多少书不说，我都连叫都没说。那你说，
我上哪儿弄你说的那种饲料？啊，远的咱就不说了，你说近的啊，迈向西村饲料厂的饲料，我看就不错。你说的是马日里那儿的饲料？对呀、啊。要不试试？我就说试试啊，我没别的意思。大胆说，你要不试，我没什么意见。小花，就近总比救援好，我再琢磨琢磨。行了，这些日子你为了我家的猪，也费了不少心思，早点回去歇着吧。好，那没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啊。爹，你看我弄来弄去，那马家军的奸细还打入咱们内部。小肉包的孩子看着一副憨厚老实样，不可靠啊。爹，你想错了，小肉包他不是那样人。那他怎么叫咱们的猪吃马日里厂里的饲料啊？这些年他马日里净踩着我的脚印往前走了。当初啊，我说办乡镇企业，瞧他缩头缩脑的样儿，这倒好，现在我开了养猪场，他就开饲料厂，这不明摆着吗？让我的猪吃他家的食。爹，我觉得不管吃谁家的饲料，只要能把猪吃胖了，能卖出去不就成了吗？那不行，我就得让他瞪着眼看着。天蓬乐园的猪不吃他家的饲料，照样能出栏。你赶紧去给我联系饲料啊！不管多远，不管多少钱。你都得给我弄回来。行，我去。好东西摆在眼前，他们看不见吗？他们就是不想用。不用拉倒。哎，他要是想用啊，我还不给了呢。马村长，出货了吗？快了。一问就快了，到底啥时候才能卖出去？这不正找着呢吗？不是，马村长，我们这钱可都投进去了，那工厂那边老不出货，大伙心里不是不落底吗？行了，别急，好饭不怕晚啊，下不了你们的钱，放心。哎。爹，过来喝口水吧。爹，都到吃饭的点儿了，你要是不愿意回去，我就去给你端了。爹，你一天到晚在这盯着，吃也吃不香，睡也睡不好，这样下去不行的，身子要紧的。猪的身子更要紧。就近的饲料我都试过了，看来是不好用，实在不行只有从南方往这运。那就运。爹，我都打听过了，最近南方不知道是怎么了，这饲料奇缺，价格都抬得很高，这要再加上运费得花不少钱呢。再说了爹，那不知根不知底的饲料咱也不敢用啊，这要真吃出什么闪失来，那可是多少条命的事儿。这美国的水土是养人啊，你娘是越活越年轻了。爹，我能说她在那边过得挺好的，还说想让我们过去。不行，我呀得赶紧给她写个回信，以后这事儿不能再提了。我得告诉她，咱爷儿俩的事业刚刚上路，嗯，不久的将来一定是一片辉煌，你说是不是？爹，要不你去，饲料厂交给我。你别小看你儿子。不小看，你是个人物啊。不过呀，你还需要历练。啊，对了，
大胆叔病得厉害不厉害啊？我听麦花说没什么，就是有点着急上火，感冒了。哦，你老小子。爹，起来喝点药吧啊。发烧感冒不是病啊，三天两头自然清。什么三天两头自然清呀？这都病了好几天了，也不见好。喝点吧啊，喝了药好的快。不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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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喝点。哎呦你，我说你把它端走好不好啊？爹，你听话，你先。嗯，把药喝了，喝。你是，哎呦，哎呦，吓死我！你是老牛皮，不数数你的皮子呀，怕你皮太硬。那你怎么回来了？这丫头叫你回来的吧？你别管谁叫我回来的，牛大胆儿，你耍什么牛脾气呀？我说胆儿，那买卖挺好的。别扯旁的事儿，你脾气再大，性子再拧，也得分个轻重缓急吧。这养猪场啊，是大伙儿凑钱盖起来的。出了毛病，你为了自己这口气，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？谁不管不顾了？我这不是换着法的伺候那帮祖宗的吗？那你也没伺候明白呀。你这事不得一步一步的施着呀？大胆啊！你要是不好跟马仁礼说，我去帮你讲，啊？不用你多嘴啊！我自己的事自己弄。天塌下来，我自己扛。哼，这话说的轻巧啊！大伙儿那点家底儿啊，都在养猪场里压着呢。你肩膀头再硬，能扛得起吗？好了，你好好养病。该吃药吃药，该吃饭吃饭。你要是再使着性子耍横，别怪我惯你啊！邓爷，我送送你。哼，我这辈子算是我弄不了他了。邓爷，你这就回去了？那边事儿多呀，忙不过来。可是我爹和任礼书这事儿怎么办啊？他俩的性子我还不知道啊。这么些年了，哪回不是上来就是你顶我，我顶你的，谁说都不好使。可是顶来顶去呀，谁呀也不能看谁的笑话，到最后啊还得搭着膀子一起走。可是眼下猪是大事儿，耽误不起啊。你去把那个肉联厂的吕卫民给找来，那个人呐，走南闯北的，眼睫毛都是空的。你呀，就跟他实话实说，别绕弯子。他要是能来呀，那这事儿就解了。邓爷，你这么一说呀，我这心里就像开了两扇窗，亮堂多了。爹，爹，听说了。那人可多了，说连记者都来了，那响机咔咔的都没断了响。按理说，出名露脸的事儿，他不能把我忘了啊。他就算用八抬大轿抬，他也得把我请去。他不嫌弃嫌弃我，他心里能舒坦？嘿，这回怎么没吱声？
那人家忙呗，人家还非得嫌弃你啊。走，闺女，带着我去看热闹去，我倒要见识见识挤破了头是什么样。刚才嚷嚷要五吨饲料，你干什么呀？我，过来，杨尚哥，你说要八吨饲料，你干什么？我要饲料啊，喂猪呗。你们家几头猪啊？我家，你，快走。咱们全是西村的人。这个暖人里啊，你赶快回去拿几头猪来，快去。大馒头，好吃的大馒头，还有那几个大馒头，好吃的大馒头哟。大姐，生意不错啊。大兄弟，影响你的生意了是吧？真是抱歉了。没关系，风水轮流转，正常。这生意这么好，这肯定是有原因的。要不要？来，你尝尝。你是内行，一尝啊就明白了，我这生意为什么做得好。确实不错。大姐，我要是能种的跟你一样的馒头，可别怪我偷吃啊！哎呀，不会。大馒头，好吃的大馒头！大叔，您拉这么多猪过来干什么？给我兄弟捧场啊！公社，来把喇叭给我。我是麦香东村养猪场的厂长，我叫牛大胆儿。哎呀，我兄弟马仁里的饲料厂能这么红火呀？啊，全靠你们各位捧场啊！我替我兄弟谢谢大家。哎呀，看到这么红火的场面啊，我是打心眼里高兴啊。可是光高兴不成，我还得给这锅热水我得添把柴火呀，是不是？这饲料好不好，光咱们叫好那不成，你得猪说好，是吧？猪说好吃那才成的，是不是这理儿啊？大叔，您说的在理儿。好，马厂长，哎，你看我这猪都拉来了，准备吃的吧？备饭。才是货真价实的好饲料呢。
以为咱们是误会大大叔了。他跟你啊，还是一条心的兄弟。没想到大大叔会来这么一手。他呀，是怕咱们作假骗人。说这猪要是吃好了吧，那就是添柴助火；可是要吃不好呢，那就是往火上泼凉水。那不管怎么着，人大胆叔帮了咱们这么大一个忙。哎，你没听记者说，这样子的报道才最真实，才最有力度。爹，我觉得你就别跟大胆叔顶油了，这人情咱得还上。儿子，不是你爹要跟大胆叔顶油，是你大胆叔跟你爹顶油。爹呀，不求别的，只求他一句软和话。哎，大胆叔，这小祖宗还是不吃，怎么办呀？南方来的？啊，是任礼叔让人送来的。为什么呀？他说，一是感谢你添柴助火，二是感谢你手下留情。你赶紧把我送回去啊！看着闹眼睛。哎呦，爹，这任礼叔都让一步了，你不得也让一步啊？哼，他嘴上说感谢我，给我送点礼，其实他是想让咱们的猪吃上他的饲料。吃上瘾了，他的饲料不就有的卖了？爹，你是不是想多了？你赶快给我送回去啊！你再给他捎个话，你告诉他，当时我没把他演的那出戏给他捅漏了。我不是为了他马仁礼，我是为了麦香西村的乡亲们。哼，有意思。真是太有意思了，爹，干嘛呢啊？光顺，你当你讲过，一根绳上的疙瘩呀，两边要是绷得溜直，要是解不开，这话讲得有理。你说现在我这边松绳了哈，他那边还绷着。这疙瘩永远是解不开。我有时候就在想啊，算了，和气生财，大家都赚到钱不就完了？可你大胆叔他不这么想，咱白送给他，他都不要。你说，他是不是自己跟自己个斗气？爹，你跟大胆叔的事儿呢，我们昨天晚上就不好说，是吧？但是有个事我要告诉你，咱们做的广告有动静。有人发来订单，就是这个量不是很大，甭管大小，啊，有动静就行，咬住了。好嘞，您放心吧，您那本事我早就学会了，盯上肉，咬住就不撒嘴。这些猪前段日子吧，肥得走不动道了，也就是这几天吧，有点掉秤。哎呀，这喂了两个多月了，这还没有狗胖呢啊！老弟，你放心吧，老哥我就是不吃不喝，我也得把猪养肥。实在不成啊，我拿面粉顶你的猪钱。你要是不放心，我把面粉厂押给你。老哥，我知道你遇到难事了，要不然我也不能来，是吧？哎，我还知道。最近南方的饲料紧缺，哎，我听说你们当地有个饲料厂，他们那个什么那个胖得快那个饲料是新配方，我想过去看看。这个你都知道了？咱是干什么的？咱是买卖人呢，是吧？买卖人就得眼睛尖，耳朵灵，是吧？哎，鼻子得好使，要不然这买卖怎么做呀？是吧？
爹，好几个订单。订多少？有多少要多少。他们说咱们的饲料又便宜又好吃，他们每天抢身打群架，拉都拉不开。啊，猪啊！哦，好，师傅一吃，告诉大伙儿辛苦一下，加个夜班啊。好嘞。哎，等等。爹，这货不够了，不够就让他们等着。啊，那机器连轴转，那不得歇歇啊？万一转坏了，那就断了溜了。那爹，咱不是还有？别说了，啊，那不是你惦记的事儿。爹，这钱不等人，咱们能多赚点就多赚点呗。万一他们要是那个，不买了，把单撤了，这追都追不回来。他们要是不乐意呀，你就把定金还回去啊。好货还怕等啊？照我说的办，快去，来。好日子肉联厂的吕厂长特意过来拜访你的。我说一大早一开门，喜鹊登枝叫呢，原来有贵客要登门呢。来来来来来，你好你好。哎，吕厂长好，来来来来来。哎呀，哎呀，家里人都挺好的。哎，挺好的。哎，好。哎，要不到我家里去坐吧？走走走。不不不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可以。马厂长啊，你的大名我可早就听说了。哇。我那么有名啊！哎呀，太有名了！当年你们又是倒腾黄烟，又是借地种粮，一件事接一件事的折腾，闹得是风风火火的。你在其中可是中流砥柱啊！哎，这牛大胆跟你讲的吧？就是啊，当我面没少夸你。他那张嘴能冒出我的好？你看，你还不信呢？不信我领你去当面对质对质去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可没那闲工夫。哎，马厂长啊，刚才我进大门的时候，我看你这车是一辆接一辆的跑货呀，你这是赚大钱了吧？赚不赚大钱我不知道，我就知道啊，这机器赚的不如货出得快，眼看着钱进不来。哎呦，这我得恭喜你呀、啊！任磊叔，吕厂长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你们慢慢聊着。哎，你爹挺好的啊。啊，挺好的。啊，那就好。你们聊着啊。好，好。你吕叔怎么没回来、啊？俩人聊着热乎着呢，我不好把人叫回来。我拉来的人，怎么热乎到人家那儿去了？任丽叔那饲料都卖出去了。啊，都断溜了。你是没看着，好多人在那等着呢。怎么了？哎呀，哎，你看看，不是我不给你，是真的没有。哎呀，那你就想想办法呗，你让你的工人加加班什么的。哎，看见没有，这一摞子订单啊，钱都打过来了。
我还欠着人家货呢。不是，他，那你兄弟那边？别跟我提他。前些日子，我三番五次的找他，货我都给拉过去了，可他呢，瞪着牛眼，绷着牛脸，哎，把我的货退回来不说，还说了看着我的货呀闹眼睛。哼，你说，我对我这兄弟够仁至义尽的了。马厂长，你跟牛厂长那点事儿，我清清楚楚。这我要跟你们俩比起来啊，我这辈子就算白活。不是不是啊，我不是说买卖没你们做的大，没你们做的好，我是说我这辈子就没交下一个像你们兄弟这样的朋友，我都羡慕死你们了。哎呀，我知道你们兄弟俩呀都憋着一口气。咱们这样，你看那养猪场啊也有我的股份，那也算我的买卖啊。我不能说我说话吐口唾沫是个钉，但我说话有点响动。我这样呢，我替你兄弟求求你，你看行吗？哎，别，我谁也不替了，行吗？我替我自己求求你，你就匀给我们点救命粮，行吗？哎，价钱上你定，我没二话，啊。这样，你跟我来。哎。来，帮忙。好。那，哎呀，你还真有货呀！啊，早就给他预备下了。什么价啊？看他心情。你们俩真是亲兄弟。眼睛不中用了，可鼻子还好使着呢。说，哪儿来的？胖子快了！哥，怨你闺女，这都是我做的主。你甭护着她，养猪场饲料的事她负责。有人换了饲料，你不知道，该打。换句话说，她要是瞒着我，悄不声的把饲料换了，那她从心里就没看得上我。更该打。哥，你这勺子你要真抡下去，你别说我看低了你了。什么呀你这是，人家马厂长手里赚了一摞子订单，人家货都不卖啊，人家到底还是留了一批货，而且还是多少钱都不卖的货，你说人为什么呀？那他想卖给谁呀？什么卖给谁呀？你们俩一辈子的兄弟了，你说他要卖给谁？什么肉？哼，红烧肉。什么酒？十里香。什么事儿？问你的罪。我何罪之有？就是他有啥罪呀？勾搭罪。我勾搭谁了？你勾搭我家猪了。怎么勾搭的？你把你家的饲料拿给我家猪吃，啊，等猪吃吃顿嘴吃上了瘾，你再把饲料卖给我。你说说，你这是不是犯了勾搭罪啊？这说明我们家饲料好吃，你们家猪爱吃。你要想拿你们家饲料勾搭，你还勾搭不成呢。真是，我这边办养猪场，啊，你这边办饲料场，我叫天蓬乐园，你叫天蓬食府。你说说，你是不是跟着我的腚赚钱啊？我的饲料你爱用不用，我也没说非要卖给你。再说了，我不偷不抢，啊，赚的是良心钱，做的是正经生意。嘿，这哥俩别光顾说话啊！来，咱们喝酒，来，我给你倒上啊，都倒满喽。哎，哥哥，
来来来来，哎，好。我明白，你这辈子呀，就是想听我说句软和话。嗯，软话硬话，好听就成。软和话，金贵，本人说不起，嘴上不讲，心里服气就行。